空战士 Final Fantasy 10 HD 的中文版终于确定发售日期了。台湾索尼电脑娱乐人宣布 HD 高画质移植版呢，确定会在2月27号正式发售，让各位玩家可以在228连假好好来重温旧梦一下，补足当年看不懂日文的缺憾啦。赶快来看看我们的发售报道。2001年 PS2 平台上推出的强作 RPG Final Fantasy 10，全球狂销超过850万套。而台湾索尼电脑娱乐也宣布，本作即将和序章 Final Fantasy 10-2 于 PS3 及 PS Vita 上推出高画质移植繁体中文版咯。暌违14年，中文版本将在2月27日正式发售，而首批初回特点也将提供 Lightning Returns Final Fantasy 13尤纳服装组史皮拉的召唤士供玩家下载，内含配装、法杖和盾牌三件套组，让玩家们能将游戏中主角雷光换上尤娜的服装哦。另外，在3月12日前购买数位版，还能获得 PS3 专用主题。玩家们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去预购吧！